秦叔啊，我在网上看到，说姐弟恋的周期最多不超过3年，如果你还不进步的话，我们可能最多也就1年，1年之后我们就会分手。不会的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是因为这些星星灯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们不会只有3年的。可是你那么笨，一点都跟不上我的节奏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。怎么了？不对吗？小子，小子，开门！小子，小子，开门！咱们是继续还是开门啊？你的小 A， 开门去吧。这一天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没多，香奈儿43，香奈儿的色号，在你脸上可惜。我就搞不明白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干柴烈火，就我自己，就我自己孤家寡人的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的左小佳联系不到了？娜姐，娜姐，哎，小佳不理我了。你这是松开，干嘛呀？动作动作。现在才认错，晚了。娜姐，小佳现在不接我电话。短信他也不还，我妈约的他也不出来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活该！我要是左小佳，你这样把我扔到大马路上，我也一辈子不理你。大姐，哎哎，大姐，那个一天啊，那个我在那边啊，你要睡不惯的话，你还可以睡沙发。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出来！大姐，我渴，我渴。